也忽然之间没了，忽然之间恨了，那忽然之间爱的，忽然之间变成没有灵魂，但还活着。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命运像阵风把我们吹向各自的梦。现实没有错，执着没有用，注定的火早在掌纹上勒索。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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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落，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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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露，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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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痛，一瞬间跌落。忽然之间心痛，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也忽然之间累了，忽然之间恨了，那忽然之间爱的，忽然时间变成没有灵魂，但还活着。好嘞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迪安，很开心今天来到酷狗首唱会和大家见面。那进来的朋友，请先点击关注，然后可以分享直播间到你的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们进来跟我一起互动。感谢酷狗音乐、酷狗直播的邀请。那今天在这个线上跟大家好好的互动，来看一下网友们有什么。Hello， 我看镜头哥，我这看了，嗨。嗨嗨，有人说魏老师辛苦啦，谢谢。大家今天都过得还好吗？已经八点半了，不知道大家都吃饭了没有？有这个安哥主持好自然，没有，我没有在主持啊，我只是上来跟大家聊天，说话不要破音啊，无法保证，一定肯定要破。各行的吃饱了吃完了，大家吃了什么吗？你吃了吗？其实我好像没有，我不太算吃饭了。就是我们午餐，我今天午餐蛮晚吃的，大概3点多才吃，因为今天也是一整天的通告。有人说他正在散步，所以你边散步边看直播吗？有点危险，好不好？你可以用听的，没有关系，好好的看路，尤其是过马路的时候，边锻炼身体边看直播啊，蛮好。我今天早上也有运动啊，想说就是。每天还是要运动一下，有人在躺着。今天吃宵夜吗？今天应该不知道，看那个下线之后。哦，想看线下活动啊？对啊，我也很想
就是可以跟大家面对面的互动，对，很快了，很快。北京在下雨吗？对，今天北京下了一整天的雨，大家都很辛苦。安哥，我突然被你打击到了，为什么？我怎么打击你了？还是你的内心过于的脆弱？你必须要坚强。一个人撑场吗？没，我的耳机里面会有旁边这个导演老师跟我讲说，等一下要干嘛，要跟大家互动啊，或者是可以说一些什么。对，卤煮吃了吗？还没有空。吃烤鸭了吗？也还没有空。最近好多通告，对啊，因为难得来到北京嘛，所以就可以见的一些，我今天还有碰到老朋友，大家应该很快就会听到那个Mr. Q 小强强哥，哇，今天DJ 小强，好久好久没碰到他，也是叙旧很多。今天造型好好看，造型师加鸡腿，谢谢，我的造型师应该已经不想吃鸡腿了，就是经常帮他加，谢谢大家，下次可以加一些别的东西，可能可以加个羊腿啊，猪蹄，之类的。我可以问问看他吃什么，我的造型师吃什么，我造型师好像只喜欢吃摩斯汉堡，对，加鸭腿也可以，烤全羊有点，可能有点太燥了，好，是那个我导演老师要帮我挑一下我耳返的线，大家可以忽略他，加汉堡好呀，好的，今天看一下哪边可以，这边我是可以看到有多少人在线上的吗？好，没有关系。哦，有，看到了。Hello， 安哥，我是说你主持的好自然，那句话被你打击到了，吓一跳而已啦，我不是有心的。好，没有问题，我也不太懂是什么意思。耶，红毯买了吗？不知道，我应该就交给我的同事们去处理。线上有人如果是第一次看，就是不知道的话，就是那个我周六的时候是这个台湾的金曲奖，然后忘记跟谁连线的时候就是说啊，要不要啊？好像是俊昌吧，在台北的 DJ， 他就说你要不要自己准备一个红毯啊？这样。你说 vlog 可以走心一点吗？是的，我今天在我的 B 站呢，就是更新了，然后上传了我的，别人是说 vlog 或是 vlog， 我就是前面加一个 way 嘛，就是 vlog， 大家可以有空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如果不想看也可以不用看，没有关系。好的，今天大家都进到这个聊天室，我们就要带来就是今天的一些重头戏，要带来好听的歌曲。那带来的第一首歌呢，就是这个最近发的我的单曲，叫做《忽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带给大家现场的版本。一层揭露，
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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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痛，一瞬间跌落，忽然之间想通，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也忽然之间没了，忽然之间恨了，那忽然之间爱的，忽然之间变成没有灵魂但还活着。Live 稳的一批，耶！谢谢大家。好的，好的，我喝个水好不好？我喝个水。如果是我的老粉，应该知道我喝水的时候要做什么。什么？童彩彩给维里安赠送了一个爱的火箭，耶！谢谢，敬你，童彩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了啊？想要知道。大家听完以后的那个心得，我还蛮好奇的，都会去，我会去网络上面刷大家的评论，对于这首歌，可能让你想到什么啊，或者是说，就是这首歌让你有什么感触啊，让你突然间觉得很纠结，还是说，很突然间就整个人就放开了那样，很难唱啊，对，没错，很难唱，但是我觉得很难唱。不是最大的重点了，就是这首歌我自己写完，然后进录音棚去唱的时候，也是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折腾自己，就是因为它的音域非常的广，非常 range 非常大，你看前面非常的低，一片一片一片一剥落，然后都呼一直唱上去，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今天才跟小强聊，它就是一个运用，我就是用音域的这种张力去表达歌曲的戏剧张力，然后好高清还能看到脸上的痘，赞，没错，这就是我们酷狗直播如此的高清，连声音都非常非常的好吧，我记得有人说那个音质很好，我刚刚讲什么啊，反正就是呢这个那个就是他那个声音的这种张力可以让大家就是整首歌的情绪张力也可以感觉到，然后非常的有画面，好的哦啊，我们导演老师有说来这个，我们准备了跟大家互动，有这个茶话会，
对，我们有提出不一样的问题，大家看得到吗？大家看得到吗？我来，好的，然后我来，我但我自己看不到，我看一下。好，第一个，最近循环播放的歌曲是什么呢？就大家现在在耳朵里面听得到这首歌《忽然》，我大概每天大概要唱个十来遍吧。每一个通告从这个试音彩排一直到正式唱的时候，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好，这样也蛮好的啦，就是对这首歌越来越熟悉嘛，之后表现的会越来越好。Yeah， 有人说累，不会啊，怎么会累呢？我最热爱我的工作了。第二题，秋天会想起的三个关键字是什么呢？秋天会想起的三个关键字应该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第一个是秋故事，我的好朋友于丁密，然后以前呢，秋故事，然后第二个哦，因为秋故事，所以第二个真的会想到北京哎。好，第二个是北京好了。第三个关键词应该是秋叶吧，就是夏天奶茶火锅什么立秋。哦，对，前一阵是不是立秋？对对对对，好。Anyway， 就想到这三个词。第三个，近期最喜欢的美食是什么？最近最喜欢的哦。要想一下，是新，如果是对，有人说卤煮啊、爆肚这些的，港式的也好吃，就是之前我喜欢的美食非常非常多。我觉得新发现的，觉得还不错好吃的美食，应该是因为我前日子待在上海，所以上海的那个还有那种雪菜浇头的那种拌面哦，雪菜好吃，而且是雪菜加笋子的哦，好吃好吃好吃。螺蛳粉我还没有尝试，因为现在也都待在，比如说到处跑，待在饭店，螺蛳粉拿回来房间，整个房间都是味道，其实蛮不好意思。红米肠冷面，对对对对，就是对，你们说的都对。好，然后再下一题，分享近期听到的冷笑话。好的，我还真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最近有一些通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我就是很会讲冷笑话，但是我其实真的知道的笑话不多，我只是平常很冷而已。那这个我同事大家就纠正螺蛳粉啊，好 OK， 好好，你说要念什么就念什么，随便。这个他就说，我就说那我真的是不知道有什么笑话，那我的同事就跟我分享这个笑话，我可以问大家，应该很多人知道，就是这个。请问皮卡丘站起来变成什么呢？给大家五秒钟想想。五四三二一，皮卡丘站起来就变成皮卡兵，因为丘下面就多了两条腿。哎，对，有人回答了皮卡兵，然后有人说啊，对对对对，再往后面就是说啊，那皮卡丘往前一直走路变成什么？变成皮卡乒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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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近听到的一个冷笑话，谢谢我们的导演老师。好冷好冷冷啊冷啊，毕竟已经过了立秋了，恭喜我完成第一个挑战，哇，太棒了，忽然完成。Yeah， 好，我有点好奇大家有什么，还是大家提供什么冷笑话？被冷到，是的是的，有点意思，是是是。天气很热，广东还是短袖，是没错，八月其实对也是啊。好，我们好哟，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环节了，叫做超级点唱机，粉丝可以在线点歌，艺人接受点歌并演唱。哇，表示艺人不能拒绝大家的点歌。你们要，我看一下大家想要点什么歌呢？我看打在弹幕上面好不好？打在弹幕上面，这样我才看得到。我看哦，有狼，有没有女孩，各种的。我来看哪个点比较多。来弹唱一下好了，我们拿吉他。我刚刚看到有人点了，因为我们现在才直播才刚刚开始嘛，我们循序渐进，不用那么一开始就那么嗨，就是来女孩那种啊这种的，
不用，我们从一些比较就是深沉内敛的歌曲开始。这首歌叫做《有没有》。Turn off the radio. Turn off the lights, you know. 听见了谁的痛，在空气中不断跳动，有那么沉重。Turn off your favorite song.Got it wrong. 听见了谁的伤，在窗户旁安静的想，是什么力量？你有没有爱过我？有没有想？的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 Turn off my radio. 耶、yeah, 有没有人还想要点什么歌呢？我看一下弹幕刷起来，想要听什么歌？可以，我们时间上面还可以再来一首。导演老师非常非常的仁慈，让大家可以再听一首。我看一下翻了什么啊 ？Kiss Blood 女哦，刷的非常非常的迅速。Burn b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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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n. I wrote a song for you。好吗？好像可以。在你身边，房客记得回来，这不是爱情。好多、哦、那好，那我们就弹一首我很熟悉的，这个也是我 Sounds of My Life 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叫做 I Wrote a Song for You， 送给大家。在森林，在小溪，在荒野，我寻找奇迹，有松树，有野鹿，有狐狸，但是没有你。在滴滴的铁路旁惊醒，无声的轰鸣，想记起心里几层裂。I wrote a song for you. You wrote a song for me. 你用你的生命为我们谱曲。 I wrote a song for you.A song for you, yeah, and you wrote a song for me. 谢谢大家，有大家的支持跟线上跟我互动，然后就是可以让我有许许多多的灵感。鼻子痒，对不起啊。对，哎，好，我们进入下个环节了吗？是不是？
是不是？哦，热歌知多少？我们的下一个环节，噔噔噔噔噔噔噔。是的，热歌知多少就是我们的下一个哦。Yo Fun 给我们赠送了一个嗨起来，谢谢谢谢。然后呢，我们的热歌知多少？导演组播放六首热门歌曲的副歌，请艺人呢猜歌名并哼唱一小段，说错两首歌名，需在弹幕中挑选一项惩罚完成。哇，天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念，好像我有一些语言障碍。但总而言之，好，所以就是我要来挑战，听一下。这啊，这个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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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ring 啊 ring 啊 ring ring 啊 ring 啊 ring， 最近非常非常火的。对，好 ，OK， 所以这题答对，再下一题。周董的歌吗？那个，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是吗？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啊！好好好，好，这应该算过吧。这个是哦，这是 Eason 的歌。应该是单车啊啊！大家也刷起来了啊、哦！谢谢大家。这个听过，我这个听过，但是天哪，歌名是什么？白什么东西？白月光雨什么东西？请黑日光什么？你不要在那边，有人在那边给我捣乱。白月光朱砂痣吗？不是不是，白月光雨朱砂痣吧？对对对对对，白月光雨朱砂痣是吗 ？Yes， 耶、yeah ，答对。糟糕，这首我是真的没听过，我没听过。不要，当然还有人说热爱105度的你能不知道啊？你我看到有人说你的眼睛不，你的眼睛像星，眼睛像星星吗？是吗？你的眼睛眼睛像星星，你的眼睛像星星。好 ，OK， 好，算过。这个有人听过吗？这个我好想放弃，但好酷、哦。外援还可行吗？啊，江。有人没听过，哇，糟糕，糟糕，糟糕，放弃，又有人放弃，哎，哦，这好酷哦，啊、哦，有人，哎，有人知道了是不是？这字怎么念？其实念饶吗？饶，因为。有没有人小伙伴弹幕可不可以帮我打那个拼音出来？我看一下，笑哦 ，OK， 笑一声，哈哈 ，OK， 这个我算是答错了吗？我答错一题是不是？这样挑战成功 ，Yes， 所以不需要接受惩罚，光明正大作弊，耶、yeah ！谢谢各位小伙伴助拳帮助我。毕竟通告已经非常的辛苦了，不要再惩罚我了，谢谢大家。好的好的，导演让我跟大家再聊一会儿，卡了吗？笑你，嗯嗯，打工人应该很多人也都打工人吧？不会有人现在还在上班吧？太难了，弹幕也不会那个惩罚我吃宵夜，好啊，可以尽情的惩罚我吃宵夜，没问题。就是说啊啊，为什么呢？哦，因为我刚喝水，谢谢谢谢谢谢，不打工，不用在家抠脚了。哦，赞赞赞，那祝您抠的开心，抠的，这对，我们不要再聊抠脚了，在等文件哦，所以有人真的还在工作，应该蛮多人很辛苦很辛苦，来看这个直播，希望可以透过这个直播让你放松一天的心情，还是说其实你比较想要聊一聊抠脚的问题？会让你更放松。有人说白袜子哦，袜袜，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威里安，就是我本人直播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我前一阵子才从就是在上海隔离了14天，然后在隔离的过程当中，就是在线上跟大家直播啊、吃播啊这些的，然后就是跟大家看看我吃了什么，然后谈谈唱唱，
然后到后期就是实在是变不出新花样来了，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也关的就是闷得慌，就我甚至就把我的袜子拿起来这样扮演了一个角色，他就叫做袜袜。对，隔离 vlog 很厉害，很可爱，谢谢。就其实隔离也没有拍什么 vlog 啦，隔离就是直播，然后跟大家互动，原形毕露，没有错，我的袜袜就原形毕露了。哎，我最后很用心哎，我还帮我的袜子就是用那个封箱胶带帮他贴上眼睛，让他有一个对画龙点睛的效果。哎，还看到搓背的，寻找搓背巾。对对对，大家看我的微博的上面就是有这个这个，对，我去寻的，因为好久怎么讲，就是很久没有好好的搓背了，所以就想说那我去这个就是这个超市里面去找一下就是搓背巾啊，那样子去可以刷背，想说洗澡这样比较干净一点嘛，去角质。嗯，哇哇还舌吻，没错，后来哇哇还有了另外一个朋友，因为我还有带黑袜子，所以就是白袜子跟黑袜子，然后他们就是扮演一个我自己回想都觉得好荒谬哦，隔离会这个激发出人的潜能。嗯，没错。好的啊，谢谢有人送玫瑰花，谢谢。这么可爱的秘密是什么呢？没有秘密，就是我不知道啊，自己寻找乐趣，没有错。隔离逼疯多少，我觉得也蛮好啦，其实隔离有一种长时间跟自己在对话的感觉，然后其实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在线上对话也有一种没有那么孤单的感觉啊，就是说哦，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人除了辛苦的工作人员跟医疗人员了。对，而且袜袜上的新闻，对，莫名其妙他截图就是说啊，我已经疯了，然后用袜袜的英文专辑怎么样了，是除了最近发了这个单曲忽然之外，其实之前差不多六月底的时候，本来会有新的，也会有新的专辑，新的英文专辑跟大家见面，但是就是因为各种的不可抗因素延宕了，那就大家可以再稍等一下，再耐心的等待，很期待英文专辑，谢谢，我自己也非常的期待，因为又是一个全新不一样的尝试。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入我们的歌唱环节了，呜呼，就是让我先背好我的吉他。控场王，没，我没有控场，是那个导演老师在旁边，在我的耳机里面一直给我提示说现在要干嘛，要干嘛的。嘟嘟嘟嘟。好的，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呢。我先调个小调个音，然后在边调音的时候跟他看看大家弹幕上面写什么好了。吉他面子，吉他声音好听，对啊，这把吉他很谢谢是我这个巡演的主办单位 IMC，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上巡演之前是2019年的年底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巡演的发布会上面 IMC 送的，没错，有人知道，就是这个主办单位，非常非常谢谢 IMC， 非常谢谢 Adrian。 对，这把非常非常名贵的琴 Loudon， 声音非常非常的好听，绝了，这次也带来，有人说幽默感也绝了，耶，太好了。好，我们的吉他也准备好了，带来这首歌叫做记得回来，送给大家。还是对
期待着，不要期待着。背上你的梦，记得等着够，时间别走过。闭上你的锁，把空气带着，把味道带着，把汗水、泪水还有回忆都带着。如果心里空间还不够，我的思念可以让你放在口袋。记得回来，谢谢。安哥，你写的词都好贴近现实啊，没错，因为我就是一个现实的人。回来了，回来了，耶！音质绝了，对对对，今天真的是今天这个录音棚，谢谢音响老师，他们超级认真的，我在。在这边就是彩排试音的时候，哇，还求好心切，想说哇，我们再换一个什么机器，让整个音质听起来更好。谢谢大家，希望大家都给予就是音响老师就是弹幕刷一排起来，耶，这样子。大家好辛苦啊！你吃了几个 CD 安哥？天哪，吃了 CD 应该我就不会坐在这边，我应该会去急诊室。对，周六的金曲奖有期待吗？周六的，因为我的通告实在太忙了，我还没有心神去想这件事情。但是呢，我觉得好像必须要赶快把就是感言都先预备一下，以防得奖。好，期待，大家都超级期待，耶！好，谢谢大家。那个期待也不要太高，因为期待越高，可能失落会越深。我觉得奖项都是额外的啦，也不能讲锦上，锦上添花嘛，其实就是。Sounds of My Life 这张专辑，就是如果在线上的朋友不知道的话，去年发了我的新专辑 Sounds of My Life， 然后今年就是很幸运的入围了金曲奖蛮多的奖项。我去年的时候就觉得说，只要 Sounds of My Life 这张专辑可以发行，能够发出来，我就已经成功了。其他就是别人的评论啊，喜不喜欢这些都是其次。如果有人喜欢，真的是。非常就是这些都是附加的价值，那包括像奖项也是，除了金曲奖，其实前一阵子还有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十大专辑，很谢谢各种的 Fresh Music 好像也有，很谢谢大家，总而言之，这张专辑对我来讲意义非常的重大，然后能够，其实，在做的时候一直在想说，就是这是一张非常自我的专辑嘛，因为 Sounds of My Life 就是我自己生命当中的我的家人朋友。大家也不认识，是不是就是大家听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共感，但没有想到其实写中很多人的心声嘛，因为像刚刚有人点那个房客这首歌，我自己也很喜欢，他讲的就是一个离家的游子的那种那种心境，然后从这个牙刷去切入，如果没有听过的朋友可以就推荐大家去听一下。今天我并没有准备这首歌曲，或者是等一下，如果点歌环节有人要的话，如果大家要等，我也可以现场就是在线上重新的学一下，或是抓一下这个我自己的歌，这样。房客的声音就是我和外婆啊，对对对，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共鸣吧。就是安哥说话没有破音啊，对，对吧？我不知道哎，没关系，破就破，没破就没破。唱歌也是，唱歌破音就破音，没破音就没破音，对啊。歌手出来混的就是总是会破音，战术性破音。为什么是战术性破音？这样吗？战术破音是什么？小的时候破了，超
超可爱，太随性了，安哥是想来跟大家直播，就是轻松嘛，聊聊天，又不是什么太过正式的，对不对？开心就好。毕竟也都九点了，有些人也还在上班，有些人边散步边听，有些人还在健身房。房客当时预告以为是情歌，所以完整的歌好惊喜。预告为什么？我有点不太知道为什么预告的时候会以为是情歌。But anyways， 喜欢就好。刚吃完饭，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到下一个环节，要进行游戏了。好，那我先把吉他先放旁边。好，谢谢我们的导演老师。好，我们的下一个环节呢，进行的就是我们的理想型二选一。我要进行语言障碍的读这个题目。好，请在每题两个选择内迅速 pick 一个，并说明选择的理由。好 ，OK， 好，大家看得到吗？会不会反光？还行哈。好 ，OK。第一题，身材或脸蛋，我选的是脸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身材可以练，脸蛋有点练不了，实在是非常的残酷啊。好，第二题，长发或短发，其实差不多吧。我选长发好了，因为长发可以剪短，但其实短发也可以留长，所以这是废话。第三题呢，年上或年下，这个我有点看不懂。年上或年下是什么？是说年纪比我大，或是年纪比我小吗？弹幕可以刷一下，我回答替我回答一下。不要再笑了，一直在那边哈哈哈，快点！年上或年下是什么？比你大，比你小啊？对对对对对，好 ，OK， 好，年上或年下，是我没有一个一定要，那先选年下好了，因为男生嘛，我不能代表所有的男生，我比较幼稚，我心智比较幼稚，所以年下可能比较化疗。好，第四个萝莉或御姐，我应该会选这个御姐，因为萝莉这个我们不要有这个就是这个犯法的这个风险。对对对，御姐很好，很成熟，而且还会被照顾，很不错。好，第五题，有趣的灵魂或独特的气质，我的当然就是选有趣的灵魂啦。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要是年下的御姐。而且要有趣的灵魂，对对对，这个标准实在是太高了。有趣的灵魂，我们就是可以很开心一起玩嘛，那样子。好的，谢谢我们的导演老师，辛苦辛苦辛苦。求生欲，哈哈，文明直播，是是是是是是，我们就是对对对，我们要当一个好公民。有趣的年下御姐呢？有趣的年下御姐，好像很不错，很不错。笑死我了。好，你真的好有趣，谢谢。不知道大家会选什么？大家刚会有人会喜欢选年上的吗？啊，没有，女生可能会比较选年上的比较多啊。看来上帝需要重新捏的人。想入非非，你是谐星吗？啊，不敢不敢不敢，我哪有那么厉害？谐星很辛苦，谐星是可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可以当的。选你，直接选你，什么？我是年下御姐吗？当然不是。看来是个传统的人，我是个传统的人吗？感觉要定义什么是传统呢？你是个笑话，是是是，我就是一个笑话，我就是个行走的笑话，我就像皮卡乒乓一样，维里乒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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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是年下御姐，年上安哥，你的幽默好自然，背后有点典型的双鱼是吗？双鱼是都这样吗？然后确实我认识的双鱼男生其实相处起来是都蛮舒服的啦。音乐界喜剧人，没怎么可以这样说呢？音乐界的喜剧人更多。哎，我觉得清风比我好笑啊，清风非常非常的厉害，是不是？清风就是我的年上帅哥。对，快要笑飞了。乒乓不是也你写的歌吗？哎，对耶，对对对，我写给那个，但歌词不是我写的。对对对，大家可以去听。清风很会开车，对对对，清风开的车有点太危险了。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在那个很像跟清风坐在跑车上面，然后再走山路。每一个转弯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快被他甩飞了。但是他总会那个在，就是技术非常好，紧要时刻就说哎，就绕回来，然后让你觉得说你开车，然后他就说你没证据，对，然后我就说对，可恶，对。所以我拿他没办法。安哥滑滑板是是是，车神清风没有错，不能播的边界疯狂试探没错，他就是那张图啊，不是有个
有一只白鹭鸶吗？还是有一只鸟，然后就是一直用脚去踩，试探边界。没错，清风马上驾到啊！不不不不不，谢谢谢谢谢谢，好像听懂了，哈哈哈。那是，我好像有点懂，又好像有点不懂，这种充满想象，就像忽然一样，忽然就是有一种充满暧昧模糊的那种想象在里面。对对对，文明直播，文明直播，我们寓教于乐，寓教于乐。表情包存了很多哦，啊吼吼吼！等一下，等一下你就知道，等一下有一个环节，等一下有一个环节。好的，导演老师已经立刻说，那我们就立刻进入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是啊，我看一下，音准王登场，请李安佩戴放有干扰音乐的耳机，清唱忽然。哦，好 ，OK， 耳机我已经戴好了，所以我们要准备开始。好，刚刚我听了一直循环播放忽然，好，忽然之间想通，好，要开始了吗？好。好，歌开始了。忽然之间想通，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啊，不对，这边我要唱后面。一片一片剥落，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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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露，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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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痛，一瞬间跌落。忽然之间想通，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也忽然之间没了，忽然之间恨了，那忽然之间爱的，忽然之间变成没有灵魂但还活着。Yeah。挑战成功，好汉歌可还行？哎，其实我觉得我有点小作弊，因为我觉得好汉歌好像那个 key 跟忽然好像有点差不多，好像受了很影响，又好像完全没受影响。没错，就好像有开车，又好像没有开车，是一样的意思。嗯，同一首歌，是的，哈哈啊，我喝个水，我喝个水。忽然之间绕口令是，好嘞，你好像瘦了，对，我好像有一点，我昨天又在，我今天看直播，我看这个画面，我也觉得说，哦，我好像真的有瘦一点，可能最近真的是有点忙，导演，可恶，失败了，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呢？尖叫，多吃点，好，谢谢，谢谢大家。看一下大家还讲什么呢？可以刷起来，很多通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啊。你好帅，容许我表白吗？容许，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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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本事背景换成我的偶像赵伟的哦，这个人讲到一个我们等一下要做的事情，不爱营业的安安积极营业室啊，我你也知道。在就是介于一个营业跟没有营业的中间，就好像有营业又好像没有营业。上通告累还是写歌累呢？上通告就是一种介于累与不累之间，好像有累但又好像没有累。好，下播后可以发照片吗？哈哈哈，那发照片就是一个介于发跟不发之间啊。我的减肥方法许愿，你们怎么减肥的？减肥哦，我要在这边直接分享干货嘛，比如说减肥这件事情。减肥呢，其实我研究过很多，你当然有人说啊运动什么这种的，减肥其实还是回到那句老话，叫做少吃多运动。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健身博主就是说什么啊，你要有这个什么，那叫什么 calorie deficit， 那个叫卡路里的，等于是反正就是你要啊，我忘记中文叫什么了，反正就是要吃的跟你的基础代谢率比它少嘛，然后你运动的比较多。一本正常讲，你觉得吃的影响大还是运动影响大？说老实话，如果你要减脂或是要瘦的话，其实你少吃会比多运动更有用，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三分练七分吃，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真的就是三分练七分吃。我记得那个阿诺·施瓦辛格 Arnold Schwarzenegger 就是那个大家知道那个吗？他说。腹肌呢，不是在健身房练出来的，是在厨房里面练出来的。所以他们就是
管住嘴，麦克，等一下，哇，这是在开车吗？又是在介于一个开车跟不开之间，少吃，微臣做不到啊。那就没关系啊，那就吃吧。想看腹肌？没，现在没有腹肌，现在有腹无肌。今天下播吃宵夜宵吗？没，今天刚刚回家睡觉，明天还很一早的通告。对，不是开车，你在想什么？我没，我没有说没有开车啊。总算回家，我爸妈做了一桌子好菜，边吃边说怎么啊？你被抱歉，你被弹幕刷掉了，拜拜。最近自己做菜吗？前一阵子在上海的时候有做，感觉之后可以跟大家分享吧。反正我做 vlog 嘛 ，vlog 应该就我想的就下一个，好像可以跟大家分享做菜或者什么之类的。好的，那个导演老师在我的耳边说，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歌唱的环节的。那我先把我的吉他背起来。Vlog， 有人说 Vlog 很好笑啊，真的吗？太好了，因为我看到很多留言说你也太敷衍了吧，那就讲这种话的人就是完全不懂那个幽默所在。没有关系，我们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喜欢的朋友我们就是臭味相投，我们是一个文明直播。什么跟什么，被逼的还是自己想拍的哦，这是一个介于想拍跟不想拍之间的一个感觉。等我一下。对，有人已经看到了，我拿出了我的一调夹，就是要带来这首歌《而立》。但唱《而立》之前，我喝一下水好了，大家就弹幕再刷起来。好的，这首歌《而立》送给大家。如果我足够幸运，我已混过三分之一的生命，轻易蹉跎的光阴，毫不留情地留下他的痕迹，在我心里，在我身体，留下他最公平的提醒。被强迫累积回忆，也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是好的坏的一起想着在我脑海占有一席之地，被算计，被怀疑，夜深人静陪着我清醒。我还没想通怎么转眼就轮到我竟独自承受这世界的冷漠，内心的野兽。我追逐时间到头发现是时间追着我，请自己保重自己的生活，好好过。但我还没活过，怎么知道怎么活？最害怕做错决定，在错的路口走过方向，错过了你，擦身而过是风景，留在身边难道就是命中注定？被伤心，被我伤心。错的权利，多少错单生子轻狂无知嘴里，在人海里面推进，在不同脸孔之间翻来又覆去，
被冲洗，被磨平，学会放弃，有时是前进。我还没想通，怎么转眼就轮到我，竟独自承受这世界的冷漠，内心的野兽。我追逐时间，到头发现是时间追着我，请自己保重自己的生活，好好过。但我还没活过，怎么知道怎么活？谢谢大家，我看到很多人都一直在称赞今天直播的音质，谢谢所有的，谢谢印象老师，谢谢谢谢谢谢。然后谢谢大家喜欢这首歌，再唱首《女孩》好呀。等一下，等一下，对，吉他棒唱，吉他棒唱的好 ，OK。不知道哪里有吉他棒，哎，这里只有吉他，没有吉他棒子，耶。三角锥，不不不不，看弹幕，对对对，我刚刚就要说，就是我忍不住一直看弹幕，然后就会觉得，就是有点被打扰。我自己是我的错，我觉得扑哧，我刚刚看到有人说什么，同样都是腰间盘，为什么你特别的突出？然后我就差点就有点小上错这样子。对 ，anyway， 谢谢大家，有被冒犯到？没被冒犯，谢谢大家，我就是你突出的腰间盘，耶。先准备，能唱《因为爱》吗？哎，现在是点歌环节吗？还是就是随意？哦，可以直接点歌哎，哇哦，好哟！哦，有人说哦，打了疫苗发高烧还是要看，哇，辛苦！有人刚打疫苗，好啊，可以啊，我大家就我先调个音好了，我先调个音，因为爱要合唱，好啊，还是我因为爱唱副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多点几首歌。今天老板说什么啊？有人弹幕又被刷掉了，好，那我们来唱因为爱的副歌哈。因为爱，所以爱，珍惜在一起的愉快，一分开你不在，怀念空气里的对白。因为爱，所以爱，让我付出我的关怀，不管风吹或日晒，我才明白一切都是因为爱。
因为爱，有人说好听好听，感觉恋爱了，耶、yeah, ！好，一个介于恋爱跟没有恋爱之间的感觉，是，在爱和女之间。好的，那导演老师说我可以再选一首，不，还有人要听什么歌呢？我们看一下，哦，房客是不是？刚刚一直讲房客，我抓一下，这个我们可以就是拖一点时间，找一下，房客怎么弹呢？哒哒哒，然后是四级吗？不是。哒哒哒，差不多哒哒八八二，希望您不要忘词，完了完蛋了，房客绝对忘词。坏掉的龙头还没修，一个讲究，就几个念头，全新的牙刷才来用，舍不得丢，下次回来什么时候？可能要到中秋 ，or next month I don't know。踮着双脚到弯着腰，耳边的念叨依旧，时间对我动了手脚，无奈比不耐更多，最熟悉的地方成了客房，我成了房客，最陌生的地方成了日常，你变成我行囊，一不留神我就泄露，你出现在每个动作， I got my own but I'm still yours, I'm still yours。耶、yeah, ，就是房客一个介于有唱好跟没唱好之间的一个感觉，一个介于有忘词跟没忘词，忘词分今天都给房客了。对啊，你如果跟我一样，就是写了几百首歌，你来背看看，你来背看歌词啊，你行你来。好，没事啊，对我们这是一个文明直播。喝水，消气，不然你来嘛，一整天通告，对的，好，不急。给我订机票，马上到。报告，这里有人怼粉丝，对吗？大家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文明直播，大家不要在那边，对不对？对。忽然忘词，又忽然想起，对我们就是一个介于忽然这样跟忽然那样的，之间。对粉丝好一点，好啦，好，介于一个对粉丝好跟对粉丝不好之间，要唱狼吗？哎呦，好像可以耶。不行，等一下，狼我可能会忘记怎么弹，我又要再复习一下。导演老师说帮我找歌词。没关系啊，我还真的有，天哪！月光下，我觉得歌词其实这首没有什么问题，反而是怎么弹我比较有问题。月光下一个人，踏上这趟陌生的旅程，引路人已牺牲，成了夜里失血的灵魂，摇曳的不是风声，是先行者的悔恨，曾经纯粹的猎人变成被猎捕的人，猎捕谁比较残忍，
我害怕一道月圆时分，你转身，你闪身，你下失去了方寸。别害怕，别害怕，爱有一盏灯，爱有一，爱有一盏灯，爱有人心存，爱有人心存，还没有沉沦。耶、yeah, ，我害怕光芒不再沸腾，那饥饿的眼神将我射破火盾，恨不得，恨不得，恨得一点不剩。将我彻底摧毁成人，狼耶、yeah, 介于一个表演完整跟不完整之间的版本，谢谢大家。噔噔噔，你是不是吃了 CD？ 是，如果我吃了 CD， 我现在还会这么饿吗？没有啦，开玩笑的。哎 ，OK， 对，那将 CD 刻入 DNA， 从来不用变调夹的吗？这个你没有看直播吗？我刚刚那首歌不就用变调夹了吗？但确实啦，能够不用移调夹的话，就是很多歌就可以想弹就弹。行走的一体机，嘣嘣嘣 ，rumor， 请收下我的膝盖。好的，好的，好的，这个立刻还你。就是我们需要膝盖，膝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体的器官。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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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capo 不在画面里面，是的，我的 capo 在这边。现在他要离开这个画面，这个 capo 一直介于一个在画面里跟在画面之外的一个地方，是跪着听的吗？嗯、哦，好 ，OK， 谢谢，谢谢。好的，导演老师说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环节了。哦，时间过得很快，已经九点半了。哦，来，下一个环节是噔噔噔噔噔噔，我已经被人家发现了吗？欢乐喜剧人，天哪，这个是立刻做出来的吗？应该不是。请李安用喜剧人的语气分别说出节目组准备的台词，鸟迷在弹幕猜出所有电视剧角色即可解锁晚安零福利哦。好的，我要来。好好好好，这个我是有做一点功课。好，要来了，大家准备好了吗？要来演了。好，这个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要一人分饰两角这样子。好，我们先记第一个角色。我叫刘星，刘德华的刘，周星驰的星，你们可以叫我星爷。星爷，我抽你，你给我回去。当着外人请给我点面子，我平时就是这样打扮的，我妈对我的生活太粗心了。好，大家请猜是哪个角色。家有儿女，耶，答对了，弹幕统统刷起来，很厉害，大家很厉害，一下就猜对了。所以大家是要猜角色，哎，等一下我看一下，猜出所有电视剧的角色。刚刚是哪两个角色？大家有猜出来吗？是家有儿女没错，刘星是没错了，因为刚刚有表演。另外一位，好，没关系，弹幕大家刷起来，我们就当做你们刘星刘梅，耶、yeah, ，没错没错没错，可以解锁这个铃声。好，我们下一题，我们可以，好，下一题这个比较难。好，这个要有一些，这个要有一些那个，就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讲，电视音效。好，要来了，准备好了吗？一样是有两个角色。傅文佩，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你有本事抢男人，怎么没有本事开门呢？开门！哼，好啊，你小子也在这儿，真是太好了。今天我们一并算总账。另外一个，另外，雪姨，对不起，如萍的是我。你要算账的话，找我一个人算，不要找他们的麻烦。哼，你是逃不掉的，他们也别想逃。其实我这句话刚刚应该是在对着我的这个同事说。这，哎，真的是别想逃，给我安排这什么通告啊？没有。然后有人立刻猜出来，雪姨跟好像雪琴，不是雪琴啦，雪姨跟舒桓，对对对对对对对，情深深雨蒙蒙，谢谢大家，耶、yeah, ，好的，谢谢我们导演老师，太强的歌，参加跨界喜剧人，手动@雪姨，身临其境，导演看看，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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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拜托，我已经够累了，不要让任何人发现我还可以做这些事情，唉。声优，看这直播真的是赚了啊！谢谢大家。童年回忆是啊，家有儿女应该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是蛮有趣的。哎，我累吗？我讲相声来着，我说学逗唱都得要啊，真的是。导演老师说咱们再来一个，我的老天。好，再往下，表情包大放送，请模仿五个近期最常用的表情包给粉丝们截图收藏。哇哦，但我用的每一个我不是每一个表情包都是可以在这边，就是我们今天说这是什么什么直播来着，就是一个对酷狗直播，不，今天有人弹幕刷屏有说那个今天这个是一个什么，我们是正直的吗？啊，清白的直播，我有点忘记了，我已经晕了。人类高质量男性是什么？表情包要出现了，好，文明直播，对，我们今天是文明直播，所以我的某一些这个就是贴图是不能表现出来的，我尽量五个，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是我累不累？好了。我累不累啊，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啊，我最近会用的，我裂开。好，请我的歌迷朋友截图然后做出表情包我要用。还有什么忽然懂了，对，拉黑警告，这样四个了吧。还有一个什么，我想一下，我最近还有用一个什么，击个掌比较正常一点，击个掌。好，谢谢大家。Oh my god， 好，真的可以当演员？不行，千万不要，演员太累了，演员很辛苦，不敢，不要这个侮辱了演员这个职业，演员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有人说，还有什么笑死俺了？人类高质量表情包。我昏了，可爱晕了，你怎么这么可很有表演天赋，谢谢大家。其实我现在在回想，对，确实我小学的时候其实在班上是康乐鼓掌，有时候就会上台就是表演啊，逗大家开心这样。哦，有人送东西是不是？哦，瞬间又走了，谢谢。是电视看太多了吗？不，是这个网络上面的影片看太多，或者是各种的迷因啊，鬼畜的。喝那么多水不想要上洗手间吗？还行，没关系，我们快要结束了，就可以去上洗手。这是歌手还是讲相声？是不是你们说这样做什么呢？周星驰粉丝，昨天哦，对，另外一个通告上面，在直播上面就开始这个扣自己的手指。好，快下班了，对，这叫艺术家啊。不敢，尽力而为。对，谢谢大家，录个下班表情，下班的表情应该是这样吧，感动。下班了抠手指，不是，因为我这里有一块，有不知道为什么有个皮跑起来了，可能北京还是比较干一些，虽然最近一直下雨了，对，大家都注意安全。下班会吃点好的，其实应该是可以的。你好，下班的人战术性抠指甲是没错，还有战术性的表情包，很 free 的直播，是的，就是放飞自我。刚刚也有人说我刚刚也在抠手指，哈，神同步了。哎呀，那幸好你不是抠脚趾，不然的话我感觉我要跟你同步吗？不行，我们是文明直播啊。门丁肉饼好吃哦，在介绍美食了吗？好啊。有人说谢谢你赶走我今天的不开心，好，有赶走就好，是完全的赶走了你的不开心，不要让不开心介于一个被赶走跟没有赶走之间，那个真的就是心塞，就是心塞啊，对，刚刚导演老师跟我说，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重磅环节，我好害怕啊，怕点 JPG。 好，要来了，是什么呢？噔噔，天才小画家，请李安为鸟迷设计一个 Q 版形象，并说明设计的原因。这个真的是除了说学逗唱之外，我今天还要画画，我真的是一个对，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了。今天，好，我来想一下鸟迷的 Q 版形象。好，我来看，战术性破音了哟。没错。但很久没挂，我来试试看了。
哦，我来看一下，好像有，只有一张纸，所以我没有失败的机会。好，突然有点紧张，怎么比做任何的表演还紧张？好，因为毕竟是为了各位嘛，想要把大家画得好一点，不要看起来很不正经的感觉。嗯，还是说其实大家想要不正经的嘛，也是不错。导演老师说没事，还有好 ，OK， 我来试试看呢、啊，我来试试看，好好好，不要害怕，勇敢的画下去。这看得出来是什么吗？好 ，OK。好了，嘿嘿，这样大家会看得出来是什么吗？等一下，让它完善一点。好哟，哈哈，我想大家看完我这个大作之后，就会把今天对我艺术家的评价给收回去了。是的，我为大家设计的这个 Q 版的样子，看得出来是什么吗？文明赏鸟。是的，因为我是微鸟，所以大家文明赏鸟嘛。这个 Q 版呢，大家看得出来，就是这是 Q 版的你们，然后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看得懂吗？它就是一个望远镜，没有错、哦，没有错。哇，有人说这是什么意思？送我这个直升机，美女形象毁。不，大家你听我说，你看这边，我一直在想说，我要画男生还是画女生？但我画一个比较中性的，你们就戴着一个帽子，有没有？不是地主帽，这是瓜皮小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说相声的，是不是？开车没有开车啦，不要脱粉，不要这样。大家可以介于一个脱粉跟不脱粉的之间，对，反正这就是所有鸟迷的这个形象，大家可以这个截图，然后呢，去做出来，做在你们的这个各种的应援物上面，这个就是未来的你们的形象，谢谢。好，好，那这个环节重磅的环节我们就结束了，谢谢我们的导演老师，有点像老夫子，哎，有一点哎，原来我的歌迷都是楼富级啊。谢谢大家，谢谢，有在呵呵，认真的吗？就是我介于一个认真跟不认真之间，Bird Watcher， 好的，这边导演老师要我跟大家，我们还有很多时间，还可以跟大家再聊一聊天，来看看大家说什么，想关小黑屋，真的假的？有人送了一见倾心，谢谢，看来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老夫子的形象。粤语好标准，谢谢，还行，没，我讲少少，听少少，因为我爸爸会讲粤语嘛，所以就是有一点点那个，有一点点语感哦。这是什么？为什么有人送一个？为什么他一直粘在我脸上啊？好，没了，哎，甩开了。哇，广东玩，看时间喽，希望也很快可以把那个，可以把就是现场的这些演出可以带到各个不同地方跟大家见面。想要做成应援物吗？就是可以啊，大家可以去做啊。但现场拿给我看的时候，我会介于一个那个 impress 跟不 impress 之间。哦，现在听到一个有人，是不是有人一直有人点的一首歌，大家很喜欢的。Anyway， 做成纹身贴纸，好，你确定吗？你确定要做一只鞋？长沙，好呀。对，长沙我到底有没有去过，我真的是有点记不起来。对，长沙最大的印象是长沙臭豆腐，还不错，好吃。一只鞋，双栖动物，对，好久没听到这首歌。嘟嘟，笑与不笑之间，是啊，重庆再来。哎，所以导演老师，还是我们这边再来一段让大家可以点歌的环节，还是等一下还有吗？哦，等一下，最后一首歌。好，那等一下唱最后一首，我看一下啊，最后一首歌是伴奏的，对不对？啊，对，那我吉他再拿起来跟大家弹唱一下好了，对不对？
不然大家在这边尬聊也是那个吗？今天来看了半天还以为真的是来听相声的这个直播，不对吧？来看小品的，不对。那既然人都来了，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家还点什么歌。不要点一直写了，我真的不会不会弹。我的好行，我来看一下还有人说吗？有人在等我故事，如果再见。点很多哦，有人点翻译练习，好，我试试看好了。翻译练习我可能还记得。每一次每一句全部留给你，最真的表情寻找最完美的翻译，形容你是最难的练习，最美的旅行。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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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翻译练习，一个也一样是介于一个就是这个难唱跟不难唱之间的一首歌啊，没有啦，其实蛮难唱的。还有什么歌还记得词吗？还是什么样的颜色？还记得，还记得，还记得。但我不需要对你证明啊，没有啦，不要再怼歌迷了。一个人，可啊，我来看一下，最近其实正在练这首歌。一个人旅行，一个人代替，一个人陪伴，一个人孤寂，一个人拥有，只有一个人拥有的秘密。一个人相信，一个人的原因，孤单之美是有太多的犹豫。一个人的秘密是寻找一个特别的你，寻找一个特别的你。有人说哈哈哈，练习有屁用，都是因为我一直看你的弹幕所以我就忘词了。又来了，我们要文明直播，我们最后要有一个对对对，我们要对对对，不要这样，大家不要怼来怼去，我们今天来就开心嘛，对不对？把不开心赶走，怎么赶走你的不开心变成我不开心呢？不要这样嘛，对不对？故事慢慢不是我就特意选这些我已经很不熟悉、已经很久没唱的歌，然后想给大家一些福利，所以就是容易忘词嘛，这是一定的。还是要不然我就一直唱这最近都在唱的歌啊，我的歌词记得很熟啊。你们要怎么选呢？好了好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哇，有人点故事，我刚刚大概试着弹了一下，发现说歌词绝对记不起来，这我需要再复习。See you on Monday， See you on Monday 怎么弹呢？什么 key？ 突然间记不起来。好，对不起，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我们来还是唱一些我比较熟悉的歌曲好了。没关系，我没关系，导演老师，我再让他们点一首《在你身边》。嘟嘟嘟哦，在意，好 ，OK， 在意，我很熟。我没有很多的朋友，大多只停留在微笑和点头。我没有太多的奢求，只希望你也可以懂我，在意你的眼光，在意你说的话，为了你的笑容说一点谎，在意说过的话，在意没说的话，在意你的眼里我的模样。耶、yeah, ，谢谢，在意。还有人说你们是提词机吗？大家一直打歌词，这首我不用，我记得。
啊。好的，还有五分钟，我们要来唱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在最后一首歌的歌声当中，跟大家 say goodbye， 我要下班了。啊，带来这首歌，不用告诉我，不用告诉我要下班了，因为我知道要下班了。来吧。怎么我总是躲不过这场雨，你一句就把我送进了雨季。这条路我只想一直走下去，没尽头也是种永恒的约定。就让我一直走，一直错，一直走，只要你不开口，就不需要回头，就能一直拥有这样的你和我。所以你不用告诉我打算什么，这场梦太脆弱，经不起被说破。所以你不用告诉我，因为我懂，再近的平行线永远不会交错。让我卑微的享受片刻的忧愁。我知道你只想分享这秘密，给自己最相信依赖的知己。殊不知我不想解开谁的底，因为我只能够存活在谜题里。就让我一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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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开口我就不要回头，我要一直拥有这样的你和我。所以你不用告诉我打算什么，这场梦太脆弱，经不起被说破。所以你不用告诉我，因为我星线永远不会交错。让我卑微的享受片刻的永久。我想我终究躲不过这场雨，就一次把自己折你的脚心，这秘密容许我留给我自己。我心里永远留个地方给你。谢谢大家今晚的陪伴，我们的文明直播成功耶！谢谢大家。很多人说不要走，不行，我必须要走，拜拜。每天都有通告吗？是的，明天有很早的通告，但辛苦但是充实啦，非常非常的值得。
对，我必须要在直播的最后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不是啦，还是有一点发自内心的，很谢谢大家，很谢谢大家今晚的陪伴。然后呢，还有什么话你们想要对我说？像微博话题酷狗首唱会，告诉我，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下次见，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 ，Good night, Good night。好的，拜拜拜拜拜拜。忽然之间恨了，那忽然之间爱的，忽然之间变成没有灵魂，但还活着。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命运像阵风把我们吹向各自的梦。现实没有错，执着没有用，注定的火早在掌纹上勒索。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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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落，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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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露，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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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痛，一瞬间跌落。忽然之间心痛，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忽然之间恨了。